大家好，我是博老师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睡得非常香，自然空调，太好了。因为大自然的。对。早上跟他们喝个早茶，刚刚煮的奶茶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。麻肉泡着这更好吃，谢谢。哇，好香。这是草莓，奶酪，奶酪哦，然后这个是果条，味道怎么样？很香的，真的很香，而且营养也很丰富。这是我们草原上的早茶，营养丰富，又能吃饱，一天可以好好干活。好，喝完了我们就去干活了。对，喝完就去干活。哇，太赞了！好的，宝哥，非常非常感谢你。我们喝完了这个早茶，我们也有回上海了。记得你到上海，你也可以找我，然后我带你看看我的第二个家乡。好的，宝老师，我会想你的，还有想你的大草原。我先回上海了。我和德国朋友走了。哎，我还有哪天有空再回家呀？